结为夫妻，并建立了多雅斯王国。由于美丽安是麦雅的缘故，让艾尔维也拥有了接近麦雅的力量，身形变得又高大又强壮，智慧和能力获得增长。他们带领着那些留在贝尔兰地区的辛达族居民们，艾尔维也成为辛达族的精灵王，统治贝尔兰好一阵子。艾尔维的辛达语名字埃努提格较为众人所知。先到达维林诺的凡雅族和诺多族，维拉们给了他们一块地居住，他们在那打造了提里安城。凡雅族是外貌最高贵、最美丽的精灵，非常向往维拉和维林诺的生活，是漫威和瓦尔达的最爱。